生什么事了？一言难尽，总之麻烦几位去大殿见师父吧。海棠夫人，发生了什么棘手的事吗？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忙的，请尽管说。就是就是，不信还有什么事我们摆不平的。前些日子出现了三个奇怪的人，弄得神殿上下鸡犬不宁，怎么赶也赶不走。三个奇怪的人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，一来就说要找江东子女，并自称是你的师父，见不到你就一直堵在大殿门口不走。莫非是他们？这已经严重影响本月的女娲娘娘祭典。江公子，你可认得那三人？这个我一定会妥善解决的，请海棠夫人放心。听说江云凡这小子回来了，快让开，不然我们可要发飙了。放肆！神殿圣地，岂容你们乱来？你们几个小娃娃快点让开，不然我神功一出，你们可就嗝屁喽。全村寨已经被你们弄得乌烟瘴气了，今天还打算闯入圣地，妄想。哼，一帮小娘们别以为自己长得可爱就天下无敌，快闪开。徒弟，你总算回来了。等等，谁是你徒弟？当然是你喽！关于我们谁做你师父的事情，我们三个已经想好了。嘿嘿，想好了。既然一个师父可以有多个徒弟，那一个徒弟当然也可以有多个师父，所以我们三个一起当你师父，不会亏待小子你的。三个人一起当师傅，一起当。还有一件事，听说你拜一位蜀山老道为师，我们很大度，也就不为难他了。但是排行一定要定好，我们三人为你大师傅、二师傅和三师傅。那位老道士，当你四师傅就行。当然，我们也是很讲道理。如果你那位四师父不满意，大可与咱们打过一场，赢了就与他的排名上升一位，不满意就再打，直到他满意为止。打胜一场，升一个排名。对。那你们先等会儿，我们讨论一下。要是为了这种破事，师父叫来，我想咱们肯定要挨骂。趁此机会把一平师伯叫到此处，这样海棠夫人就能见到他了，是个让他们两人见面的好机会。可是就只是说比武，我想一平师叔是不会来的。我有个好主意，不如就说有人难为海棠夫人，我们几个不敌，海棠夫人有危险，以师父的性格他一定会赶来的。算不错，第一次发现你的主意还是有点用处的。那师父那边呢？可以这样。那我们赶紧去找师父了。雨柔姐姐，快点把外公叫来吧。哎，小黑子，怎么就你才回来？
他们没有为难你们。这件事可能需要比过一场才能解决，但是那三个人胡搅蛮缠，如果没人作证，我怕他们会死不认输。所以我们想请海棠夫人去做个公证。这去了，师父，你也不想让他们在大殿外面继续闹吧？好，好，你们给我说清楚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师父，徒弟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刚刚商量了一下，想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。既然要收徒弟，那么师父应该要比弟子强。这个自然。那么就由我、小江与唐姑娘跟你们三人较量，如果你们胜，则可以一人挑选一个作为徒弟，这样你们都是大师。我要大师傅。听来不错，可是如果我们输了呢？如果输了，那就要拜江公子为师了。当然了，你三位前辈的本领胜算一定很大的，你们说是吧？听起来似乎稳赚不赔，赢了就多三个徒弟。你们怎么看啊？我看行。我记得宝贝徒弟虽然机灵，但不怎么会武功，另外那两个人呢，估计也不可能有多大的道行。大师傅，那就开始吧，徒弟们。大哥，输了。谁说的？江小子，刚才老莫……不，风有点大，脚步没站稳，不算。对，不能作数。天下谁人不知晓我们黄山三怪的本领？怎么可能败给你们这些年轻人？刚才的不算，现在才是真的比武。这一次我们不会放水了。在下不才，乃蜀山九圣一品，愿意领教黄山三怪的高招。天色不早了，咱家晒的被子还没收呢。江小子，有空我们再比过，我们去也。大哥，走了。臭小子，你们到底打什么鬼主意？师父，我们还要找武灵珠，就不在这里耽误了，先回蜀山去了。你。